肥美的鱿鱼，还有 juicy 的葱肉串，香气直扑而来。喂，老板，我想预约到福烤肉餐车。中秋节就要到了，懒得自己准备食材，又不想出门，这时候一通电话，通通帮你搞定。今年中秋节有安排要烤肉吗？有，去外面，就家里就很麻烦，然后要还要熟就，而且现在好像很多地方不是都规定不能烤了。是教会，在教会门口烤肉，因为都是朋友准备，我都负责吃而已。对，客人可以自己选择菜单，或是丢出预算，由业者客制化，根本是懒人福音。就能帮我们服务，这样感觉就也蛮 chill 的，就是在家，就是也是聊聊天这样，然后就有肉吃，其实还不错。1000块吧，我觉得1000块差不多。我们在年初的部分就已经开始预约，现在已经整个档期大概到23号以前全部都是满的，现在都是在增加的。懒人烤肉低消20000元，只要准备好场地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出一张嘴就能幸福过中秋。欢迎新闻吴荣宇、刘培瑶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，即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